吴信义赚大钱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钱钱？这样是多少钱？100万吗？赚了好多钱啊！真的吗？你算算看，你现在多少钱？哇！然后都要给我了吗？一个的分给钱。一个的。我要分组。要分类啊。嗯。一个的放旁边，然后还有什么的？还有5块钱。5块钱放这边5的。5块钱比较小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它是5块钱？嗯。因为这边有写，你看，它写5元。你看，我在分组了，我已经分组好了。是啊。嗯耶。那你看一下。他这个是光头哎，嗯，我有好多钱。那5块钱是光头吗？现在这样总共多少钱呢？嗯，把它加起来看看。15元，这样加起来是15元。50、15，再来呢？20、25、30、35、40、45、50、55、60、65、70、75、80、85、90、95、100。谁教你的？我早就会了，问我上学教的。我算给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这个钱这么大。6、7，所以这里有7元。1、2、3、4、4元。这是50、15、20，这样是多少元？20元。20元，那这个是10元的有几个？10元有几个？10、20、30、40、50。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。90！耶！你吃错药吗？90加10是多少？不知道。变90加10。我只知道1+1=2。哦，90加10等于是100元。1+1=100。那100加1块钱是多少钱？3元。100加1等于101。101到了。那这样子，102、103，再来呢？啊，我的组都变乱了。变乱了，所以这样总共是多少钱呢？5元。嗯。来拼这个啦！你先把钱数好，我们再来拼。这个是超级积木，哇，有麦当劳哎，它还有这个 Mr. Donner， 哦，还有 Pizza Hut， 还有 Seven。所以这里我们来数一遍，1元有7个，我们把它排好。拜拜。再来5元有4个，这都变成我的钱。然后这个10元这样排好，这样有几个？10个。你数一遍看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个。9个。所以90加2个5元就是10元，110、1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17元。吴兴义先生总共有117元。哇，贵哦。哎，可是你这个怎么是一个日本钱呢？啊，这是日本的钱呢，500元呢。啊，怎么会放日本的钱呢？阿弥陀佛啊！哇哇哇！